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 boot。先让它开机。到，我们大家移一下位置，让大家能站得好。哎，开好了，开好了，对，那比较快。开机哦。左右摇都不会掉下来，吸力非常的棒。对啊，其实它是很安全的。那如果我把它丢到桌上，丢一下，大家非常期待这个 moment。丢在桌上啊？对。来，拿起来，打开它。OK 了。这是谁的腿子？这好像是是你的吗？来，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，它就是我们去，因为刚刚看那个实验室的那个影片嘛，其实我们都有经过很多的一个不管是撞击啊、扭曲它，甚至把水淋上去一个测试，所以这样子摔其实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的。OK， 好。